天上飞来一老六，来到水塔真优秀。这个位置有空投，一会儿过来个人，我直接抱他头。哎，有个抱抱，两个人，舔空投过来。我教你，我倒多挺快。一抖，这个补不掉。左边有一个人，这小子没发现我吧？一狙，直接拿下。有没有武器？赶紧给他杀了。细节都是细节。空投这边又来了一个人，这小子想抢我人头，先把人头给补掉。看我侠击霸狙法。这个时候我发现远处来了一辆车，你看我手里是啥？开车不好使，哇叫你直接给他补掉。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。韭菜圈卡住两个人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试试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个时候他队友已经下来不敢动他了，就在这趴着。你队友都倒了，还在那趴着呢。最后一个不得了，还在那个地方卡墙角啊，卡视角。嘿，哥们儿，你知道我在哪儿不？给他丢一个震爆弹，让他什么也看不见。我再给你来个闪现，一个大鼻斗，给你拍脸上。哎呦，你干嘛？这哥们打药了，打药了啊！来，打药，打药，打药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怎么不打药了，哥们儿？仔细听，他在打药。我教你打药。最后认识一下吧，我是饼干，搞笑不一般。